只要他喜欢，选谁都一样。你真把自己当雷锋了？喜欢就要努力去争取啊！明明爱了这么久，等了这么久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别人在一起？ 是我的，是我从小就认定的人。我在他身边陪了他这么久，陪他经历所有的事，结果到头来他告诉我，他想一起走到最后的人根本就不是我，可我走到到尾就只有他一个人。 记不记得欠我一个人情？你说过的，一定要还。那现在就还吧。我请你放过他们两个，也放过你自己。 其实说白了，我们俩唯一的优势，也就比他们早认识了几年，多点回忆罢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没什么不甘心的。至少我输得心服口服。 做的都做了，接下来看他自己吧。你确定吗？那是苏黎。宋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是其实很重感情。但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动心。 知道你虽然不喜欢他，但是好歹你们也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，没必要做这种决断。正因为有感情，我才不能留余地。可是明天他明天应该会回美国，帮我送送他。用不着你安排，他也是我的朋友。